好了，我们所以你们有要聊那个吗？那个人肉搜索吗？人肉搜索吗？就进人肉搜索的，还有人肉搜索，就顺便聊一次到底之类的。對哦，好了，人肉搜索，我先念一下，然后哎、欸，我先来念一下剧情，然后我要去尿尿。辛苦辛苦，是也没什么，就是听到那个哎、欸，等一下现在有几个人看过那个人肉搜索？叉叉 Y， 你有看过？我还有叉叉 Y， 还有大象岛。哦，好，那我想应该可以那个什么，应该可以撑一泡尿的。对，因为我没看，所以我到最后只是用访问者的，所以我等一下就应该是先问，然后让你们来讲这样子啊，嗯，对不对？对，可是人肉搜索上映了吗？已经上了、啊，要不然我怎么看的？好像是上个礼拜，说的也是。啊，好，来来来，周约翰。周约翰的片，等一下，欸、有人说他应该是赵约翰，赵约翰，赵约翰哦，张周，张赵，那怎么看起来好像真的变得有点老啊？是跟那个，哦，跟星际争霸战那他有那个妆法的关系，因为他在里面要演一个爸爸，哦，嗯，对啊，好，来，一名父亲，周约翰是。在16岁女儿离奇失踪之后，就又要用圣祖鲁语音啊。在16岁女儿离奇失踪之后，登入女儿的电脑，试图透过脸书，这个字怎么念？糟糕 ，Instagram 与信箱等记录的蛛丝马迹来拼凑真相。没想到，在搜寻的过程中。他却意外发现许多女儿不为人知的一面，这才惊觉他早已和自己所认知的模样相差甚远。干妈的，是不是？整体失踪案件亦曝光在社会及社群的高度关注中。然而，就在警方调查毫无进展，看似走投无路之际，伤心欲绝的父亲也发现越来越多可疑的证据。他该如何才能凭借网络科技的力量找出真凶，挽救即将失去的一切呢？啊，为什么那么激动啊？啊，索尼影业全新电影《人肉搜索》，由新锐导演阿尼许·夏甘提执导，啊《星际争霸战》周约翰主演，更找来恐怖惊悚电影视讯团队加入制作，全片大胆以电影视讯画面呈现，更将最贴近现代人的科技。网络等议题以前所未见的角度呈现，发的，我要继续下去了。视讯不就是这样吗？你在前面啊？你人是在卖什么东西？卖药，你知道吗？新颖的拍摄手法与剧情设定，干妈的，不仅拿下日舞影展 next 单元观众票选奖，我们还要现在要开始很紧张这样子吗？对的。首播美艺试映，亦获得媲美恐怖大师戏剧考克创新手法的完美杰作等好评击推啊，击推啊！且烂番茄指数更是飙上100满分啊！看刚刚的那个破，刚刚的灾难与这个叫什么100满分，怎么会差那么多？真是的！打造今年必看的惊悚片经典，台湾将于9月21日上大荧幕。见证网络世界，眼见不为凭。什么？啊、什么东西啊？好莱坞电影台，人肉搜索。我的音调太高了，是故意的。是好莱坞电影台，好莱坞电影台，人肉搜索。没有，我跟你讲，我们后来在卖药的时候，就在卖一些东西的时候，会突然间飙高你的声音，这样子。对对，好。好了，那个难得突然间要念一下，我突然间那个失控失控没有。对，来来来来来来，我们先让叉歪睡了，他还在，他还在，还在啊，还在，怎样？人肉搜索啊，人肉搜索，没有，那么我刚刚都第一个，那么下一个那个先让你不要第一个哦，你不要第一个，好好那修哥，修哥，修哥，修哥没看哦，那好了，那个什么史先生，好 ，Mr. 史，嗯，其实我非常喜欢这部片，就是在看预告片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将会是一部好电影，
先去上厕所，等下回来。可恶。然后看完的感觉，好，看完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部片很会玩弄观众，就是在我在看前面的时候，因为这是属于一部类似猜凶手的电影，就是它到后来发展到像是一部猜凶手的电影，所以大概心里都会有一个预设立场。然后当他在中后段之前有几个爆点，然后当其中一个爆点出来，我原本以为是要用那个爆点来做收尾，然后我就想说，哈，这个我早就猜到，跟我一开始看到那个怪怪的人，就是我早就猜到是这个人，但是他到后来又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而且是自从那个转折之后又多了好几个转折，但是他并不会转的让我觉得说他有点自信过头，他其实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然后剧本编排也非常完整的一部电影，然后玩弄观众又是玩弄的不会让人觉得生气，而是会觉得自己被这部电影耍得团团转，然后被耍得很爽的那种境界。对，哇，好妙，哦，然后再加上因为 这部片它的可能在它的宣传上啊，最大的卖点就是它全程都是使用 3C 画面的画面来呈现这部片，就是它没有荧幕是用那种专业摄影机拍出来的那种可能很完美的美术设计啊，很完美的运镜或是镜位一定要摆的然后很有美学概念这样子，就是它完全就是用 3C 产品的那个画面来叙述这个故事，而且还叙述的非常的清楚，这是我觉得这部片很厉害的地方。因为我是第一次看这种题材的片啊，因为听说像之前那个文案刚刚提到那个视讯也是全程用这种手法来呈现，但是我没看过，所以我只能以这部片来就片论片。然后像这个手法对第一次看这种手法来呈现电影的观众来说，我觉得我是看得蛮舒服的，所以我觉得这同时也是这部片很普罗大众一点的一个很成功的地方这样子，对啊。然后同时这部片其实我还蛮推荐给家长然后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看，就其实它里面探讨到的一些议题其实是还蛮现代，然后可能是一直以来都有，但是是因为它又加上了这种现在我们大家都远离不了 3C 产品的这个世代，所带出一些不管是科技冷漠，但可能在这部片里面这个周约翰的角色他并不觉得自己是有到他们家庭的关系没有到科技冷漠的境界，但是其实就是隐隐约约有这件事情的发生，就是故事发展到中段了，这部片有点在传递一个讯息给所有的家长，就是其实你并不见得了解你自己的孩子。对，对，就是自从这个爸爸他在女儿失，反正女儿失踪是文案里面有，不算暴雷，就女儿失踪之后，这个爸爸可能从他的一些社群网站或者是透过翻他的电脑，发现到他女儿非常多他自己以为明明很了解自己女儿，但是其实不知道的很多很多秘密。对，所以这部电影的中段就是传递给我的一个讯息，还让我觉得他想要表达出来，就是跟那个家长说，其实你并不是很了解你自己的孩子。对，但是发展到后段呢，我觉得他又有另外一个讯息传递给我，就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尤其是最后那个真凶现身，并不是现，就是找到真凶的那一刻，就会让我觉得颠覆我的想象，就是因为他前面其实是有一些小伏笔跟一些那个就是那个关键人物其实有一些小动作，也有一些小伏笔，但那些都是并没有让我在看第一次的时候察觉到，就是可能你必须要回想或者是在二刷之后你才会察觉到不对劲这样。对，所以整体来说就是像我在前面讲完的第一个感想，就是我觉得这部片很会玩弄观众，对啊，所以超推，然后很适合合家观赏，适合合家观赏，所以里面没有什么，适合合家观赏，又很适合给那个可能如果家里小朋友出去玩，然后很适合那种爸爸妈妈一起看的电影啊。对，它是一部很比较适合给家长，它不是警示片这样子，有一部分算是有点偏向警示片，但是没有到没有把警示片那个走向做得太巨大，就是伪警示片这样子，伪警示片，对，哦，
对啊，然后同时他也不会太炫技，因为我觉得他用这样子的呈现手法，就是像我刚刚讲那个，我收到第二个讯息，就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你在网络上的一举一动都是线索的来源。对，对，然后观众呢，其实就是有点抱着一种第三人称的角度在窥视这些人在电脑上所使用的一切。对，只是他没有把那个什么历程记录翻出来，没有看到说，他平常用电脑有在做一些那个我们平常会做的事情，这样子，就是他有把这一点隐藏掉，但就是排除到这一点出，要讲到这部片，如果要真的挑骨头说有缺点的话，就是那个周约翰的妆法看起来也是蛮不自然的，就除了这一点以外，我觉得其他都很完美。嗯、对啊，因为他在里面就是他在里面其实是前段是他年轻的时候、嗯，但是后段就是当他女儿长大，然后他就是因为还是同一个角色演，所以必须要靠妆法去让他周约翰看起来老一点，但是那个妆法就是其实不太成功，让人家看起来好像有点生硬，然后不太自然这样。对啊，可能一部分是因为这部片的呈现手法都是用3C 产品的画面，所以。其实那些画面都是还蛮高清的，所以它的一些妆法、特效妆法，就是能够让观众看的破绽比较明显，这样。好，但是排除这些鸡蛋里挑骨头的元素来说，这部片是对我来说很完美的。对啊，好，大推人肉搜索，大推人肉搜索。对，它是一部从头到尾都能让你看得很紧张，然后会让你担心角色接下来的进展跟故事剧情的一部电影。欸、而且让我觉得我想要赞叹这部片的地方，是因为它是 Sony 拍的，然后以往的 Sony 电影啊，他们都很喜欢去植入自家的产品，但是这部片几乎植入的都是苹果，啊，苹果，对，让我觉得，欸、这部 Sony 电影很，就是很不一样的地方。那个，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好事都是 Sony 的，坏事都是苹果的。你去看 Sony 的手，你看 Sony 的电影都会这样子。有部片是那个卡麦东迪亚，他演那个他们家的那个心爱影片不小心流出去的那个电影。哦，你说还上云端？对，那部片全部都是用苹果的，都不用 Sony 的。靠，为什么 Sony 这心机这么重？你看他连那个尖叫旅社，你看动画片，他在里面用。他们角色用的手机都还要写一个 Sony 上去，可见 Sony 的电影他们是多喜欢植入自己的产品。对，然后像刚才那个我们聊的《猛毒》，它也是 Sony 的啊，但是《猛毒》里面他就没有刻意去硬要拍那个 logo， 好像没有感觉。对，但是看得出来他应该也是用 Sony 产品。哦，没有，在里面是用苹果，就是当那个啥男朋友去看女朋友的那个电脑的那个信件的时候，印象深刻。因为我自己用 Mac， 我收信就是那个。对，所以那个女主角的那个信箱就被破了嘛？没有没有，就没有破啊，就是也没破，就根本就没有完全没有防备啊，就直接。对对对，就送的苹果的东西就没有防备嘛，送你的东西，送你的东西就不会有，对，就不会有问题。我觉得跟那没关系，我觉得那个真的那场戏是因为那感觉起来那女生对她根本就没防备啊，她就是超心的人啊。对啊，我笔电就放在那边打开给你用。对啊，就是根本就听到，然后还跟猫说一下虚。然后就那个去看他女朋友的东西，跟猫说一下。但那场戏是，我觉得那场戏本来就是警示啊，就跟人讲说你不要随便，你想要破坏你家里面的关系，你就要就是应该是说你要有起码的尊重啊，就是每个人是有隐私的，你不要想说为了这件事情，然后那个，虽然好像是在做更怎样，更。算是那种大义灭亲吗？还是什么？就是因为他在里面的后来发现的这件事情，好像是很糟糕的事啊。对啊，就是糟糕到让人家觉得好像不得不去查的那种情况的事情。嗯，对啊，对啊。啊，不过这个东西回到那个，就是回到那一段，就是在讲说，这其实就是主角的那个，你不忍心让他做坏事嘛，所以你要给他很多理由这样子、啊。嗯，对啊。Right， 好，这个是人肉搜索的史博要已经说完了，来，然后，嗯，哎。好了，大侠，来让大侠来。对，人肉搜索，我可以分成两个层次讨论。一个当然就是我自己，最生理上的层次跟那个分析上的生理上的层次。对，我肾上腺素分泌太多了。对对，那个，首先先来谈生理上的层次吧。人肉搜索是哦，它是惊悚片嘛。嗯，对。我没有想到说我会在一个哦。
完全都是电脑画面的一个惊悚片面，有两场戏让我觉得超紧张的。有两场戏觉得哇，这我就没想到哦，我没想到这部片可以让我那么紧张，那么紧张是难以想象的。就是他这样子，因为画面等于是都定着不动的。对对，都他都是电脑画面哦。语言对，对，都是电脑。他不止让你紧张，还能让你感动。对对对对，我有两段，第一段戏是那个爸爸，第一次偷偷打开，不是偷偷打，就打开那个女儿电脑，第一次打开女儿电脑要开始查。女儿到底做了什么事那一段的，他就哦一开始就不断的哦要找嘛，然后还要找密码嘛，那一段好紧张哦，那一段因为我第一个是我无法预期说哦他会发现什么女儿的那时候是那个什么秘密的，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会让我想起那个威有曾经偷偷打开女生电脑经验，为什么去做这种事情？你都完蛋了，会不会？只是说女儿还在附近，然后他却要去偷看她，这种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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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女儿不见了，对，因为女儿不见了，对对，因为你也知道，当男生就是会怕那个，会怕变成看的东西，没有会怕变成绿绿的嘛，所以一定。可是他说他爸、啊哦，怎么会？然后会怕女儿被绿之类的。哇，那一段哇，就可能是有一点感同身受的感觉，就。好紧张哦！我真的很怕说哦，他不小心看到什么女儿的大秘密之类的，哇，那这样子哇，一定这个故事哇，简直超恐怖的，对，超恐怖的，对，对，那一段处理好，完全是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要这样讲嘛，对，每个人都有窥视的欲望的，对，然后他这种呈现手法一部分就是把观众照你的说法是我们又有窥视的欲望，可是，在内心深处又很怕。看到自己不该看的事情，对，就是或者是对一个亲人的那个，对一个亲人的感觉就这样破灭了。对对对，你很怕他不是哦，真的，你很怕他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跟他的那个第二次觉得很紧张是，就是他就是后半段剧情已经翻转过一次喽，然后他就是哦。不小心发现那个某个照片的女生跟那个某个照片女生居然是同一个人那边，哦，那边好紧张哦，那边真哦这样子我就想说啊，怎么回事的？哦，他真的那个种惊悚片该有那种套转招，这真的跑出来的，哦，我觉得说哎，现在是怎么回事？哦，接下来会怎么发展？我那一瞬间我真的有紧张起来，嗯，那一段好像有一种解释的意味。嗯，对对 对，我觉得当他要比对那两张照片的时候，如果是我应该不会那样子的。我那样子会，哎，这个好像有点印象深刻这样，好像以前有看过这样。但是在这部电影里面，他是把那两张照片放在一起，然后哎，东转转西转转，哎，好像人是一样的。对对，但是同时那一段是蛮奏效的，因为能够让人家感到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嗯，对，我认真说啊，那一瞬间，哎，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的？对，那怪怪的，我就开始哦，很期待接下来是到底是怎么发展，怎么做这部片这样。对，这部片真的哦，那个有把惊悚片的，他惊悚片的任务就是要造成惊悚，他真的有惊悚到这样，他真的有惊悚到，真的蛮厉害的，因为这年头能够让我惊悚的片影真的是不多，你知道吗？对，真的。对，真的有点。然后第二个就是，但就是从我们从理性来分析杀。我刚刚有讲到嘛，就是猛毒跟坏人的对比。对，猛毒哦，因为他是坏，因为他其实本质上应该是坏人，所以那个要设计他要对抗的人，其实是所谓的那个伪君子加好人。这样的话哦，以西方的戏剧结构上，才是一个哦完美的一个戏剧。对。这部片《人肉搜索》有做到这一点，哦，他是对对对，个性有把那个人物的个性把它那个区分开，那个他们的遭遇出，他有做到，比如说这边那个其实还是有一些人没有看过《人肉搜索》嘛，对，我就没看过，对，很多人没看过，好，对，然后那个我在这边可以问一个问题哦，好，你比如说你们先假设你们自己是当编剧好了。好，好，那像遇到这样子人肉搜索，哎，爸爸发现女儿消失，对，然后女儿消失，然后他爸爸去找女儿。好，如果是你设计的话，你会觉得说那个凶手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你来设计哦，我先请触兄来好了，因为触兄要做电影的，他必须要有这些思想震荡一下的。没有没有，思想震荡一下。对对，这部片是哦，爸爸平常疏于照顾女儿，所以女儿突然某一天就突然不见了，所以爸爸要去找她。啊，那你觉得这部片那个让女儿不见那个凶手，他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会是一个像爸爸的人啊。嗯嗯。因为那个时候，照你这样子的说法，疏于照顾女生，其实选择你们可以去思考说，这个女的其实是在渴求那个关爱嘛，对不对？所以她在里面上可能会被接近，比较接近自己父亲的形象的人，哦，所以在你是说她在潜意识中可能在寻找她自己能够代替她父亲角色的人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是，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套路逻辑，所以我并对，好吧，对，但对，但。触胸有稍微抓到一点点那个套路的感觉，但是对我来再过来问问看，其他有谁还没看过的？墨卓看过了吗？我没看过。好，那墨卓来，你来发挥你的想象力一下，你觉得发挥这部片的凶手，对这部片的凶手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怎么样一个人哦？对，我觉得这个凶手有可能有偷窥癖吧。嗯，为什么他会有偷窥癖呢？因为毕竟。他下手的对象是啊，我先假设他是个男的，嗯，假设他是个男的，然后大概是30岁上下，嗯，然后可能是一个低收入者或者是失业的人这样子，嗯，然后所以变成说他可能某一次在路上看到的看就是看见了这个女生这样子。然后可能觉得，哎，这个女的，然后可能又是东方女子啊，然后就感觉在国外是比较弱势的，可能是比较弱势的，所以会觉得比较好下手，所以开始尾随跟踪这样子，对吧？我是大概是用这样子一个设定，然后可能这个人虽然他是一个在社会上可能是失业啊弱势，可是他自己会有那种。一些独特的一些癖好，比方讲，可能是比方讲把自己捆绑起来之类的。哎、欸，等一下，这不是小黄人的剧情吗？等一下，没有到那么夸张啊。但是可能就是他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占有欲，因为他在社会上很多东西他都失去或者是得不到，所以他反而会想要去占有这个东西。嗯，对吧？他可能就是一种。喜欢娃娃之类的，对吧？喜欢娃娃，我的设定大概是这样。对，墨卓的设定也有在认真在想，不过墨卓的设定感觉比较像是日本片会出现的，就是那种啊，那种哦，凶手很孤独。凶手很孤独，然后他就哦想要单纯的占有，或是单纯的毁灭，或单纯的怎样怎样，单纯的反抗世界，这种比较像是日本的那种变态杀手。会出现的东西这样子，没有这个 也可能会发生在这个《沉默的羔羊》这种片里面。哦，对啊，还有谁？修哥，来修哥，你完了，我被墨卓讲完了。可是我觉得说，我反而觉得说是，反而是他会是被他的亲戚夺走，因为你觉得说，你既然没有照顾你的，你这样疏忽你孩子，我倒不如还给他抢走，就是我来养比较实在，就是那种。我想把你这样子都，你生小孩有什么意义呢？倒不如把它拿过来，就是那种啊，我来养你，我都没有孩子了，就是那种没有孩子就想要养孩子的经济，就是想拿来当做养你，那个养了他干嘛？干嘛生呢？感觉好变态，就是有点变态的那种想法，就是有占有欲的，我就这么想了、啊。我其他还是我们要想那种最那个最宅男的那个。其实你没有女儿啊，靠！没有女儿，好啊。修哥他刚刚的判断，对他可能会被这部片的第一个陷阱给套住。对，他可能会被这部片第一个陷阱给套住。那我有看到很多那个我们的网友，对对，什么凶手，大家在那边乱猜，大家都在猜。那老爸其实是。老爸其实只是个恶作剧而已。爸爸生日快乐啊！凶手是爸爸的朋友。对 但是呢，大家都错了，大家都错了，对，大家都错了，对，大家都错了。对，我觉得这个导演一定是看了非常非常多结局逆转式的电影，然后自己就
笃定说我一定要拍一部不是你们这样想的电影。嗯，一定的，大家的，而且所以大家都猜错了。第一点是哦，他的确这个设定是让大家比较难猜到。第二点，他在戏剧呈现上，他有做到非常完美的对比。哇，我觉得这种对比是可以比美那种古希腊、罗马那种时代那种悲剧的那种悲对比。哇，真的哦，一个哦，平常疏于照顾自己女儿父亲，然后遇到了，然后必须要面对哦某一个刚好跟他相反的人做出了这样的事，然后对，然后哦他必须要为了这个东西对抗整个他所面临到的这种命运，这很像那种希腊罗马那种哦古代那种哦。很多人都说这部片很新，但我正好相反，这部片旧的非常好。这部片完完全全是那种哦超古典、超激昂等级的那种哦超好的格局的剧本的。它只不过是用现代化视窗、现代化那些东西来呈现这样一个这样子哦超厉害的古典性的那种悬疑故事。对，嗯，对，很需要哦。对，真的，这部片不只是手法，我觉得很不错，但他真正厉害是他的布局，他的布局是那种哦，希腊古典、优良古典等级的戏剧的那种布局法。当你知道哦，真凶的那种身份，哇，两个人这样子，哎，身份这样互相一比对起来，哦，原来如此，哦，原来如此。而且那个爸爸在里面的角色设定又是属于那种自以为很了解自己女儿，对她的私生活、对她的交友圈都摸得很透彻的那种人。嗯，对，但是到后来他一查下去，发现他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女儿。嗯，对，来到目前为止，那个网友的留言完全都猜，好好好，完全没有猜。我个人觉得是不应该再猜下去，对，不应该猜下去，不要再猜下去，这样子会让我觉得，如果猜到，我觉得还蛮干的。对，就是我不要猜到啊，猜到我觉得没乐趣啊，这是干嘛？对啊，对啊，要赢一波啦。OK， 那个哎，然后、okay. 那大侠还要补充什么？对，除了叫我们猜东西之外，嗯，对，但我还有可以讨论，就是哦，比如内容跟形式，我们刚才讲的剧情都是所谓的内容嘛，嗯，然后形式就是指说哦，它的那个全部都用视窗表现手法嘛，对，嗯，那就我们就可以讨论到说哦，意思到底，对，我那个虽然说我上次讨论的时候，我有说哎，意思到底的形式还可以这样，但是跟这部片比起来，意思到底其实比较吃形式。对呀，对，这边我刚有我早上的时候有讲到嘛，就是不是早上啦，就早一点的时候有讲到说，哎，早上嘛，对，那个就是人肉搜索，其实它也可以用一般的戏剧的方式拍，也完全可以，完全 OK， 完全拍得出来。对，只不过那个比如说爸爸偷看女儿电脑那一段，可能就比较没那么紧张而已的，或是某些地方他趣味出不来。嗯，对，对，对，那这代表说，哦，这部片其实它靠的是它的好剧本，对，它的。欸，那些什么视窗的手法啊，欸，大概是加分的作用，对，并不占很多部分这样。然后，但意思到底，你可以想象哦，如果我把意思到底那个前面跟后面调换，那就我就觉得意思到底那可看性，对，可看性就马上大跌。对呀，啊，没有冲击感。意思到底好看，就是好看在它。巧妙了，前后编排还蛮巧妙的编排。如果你前面有仔细看的话，后面会更有乐趣。应该是说这部片那部片其实是有点像它的编排方式的创意，有点接近那个以前的那个记忆拼图那个样子。嗯，就记忆拼图如果不是那样子拍，哦，就不是那样子剪的话，它故事可能没那么有趣。那就像那个，啊，台湾最一开始引进那个错误的版本。哦，嗯。就是台湾一开始引进的版本是没有啦，我有看过院线版的，所以我看院线版一开始就已经是知道是那个，只是他们后来出 DVD 的时候就，哎，不是那个版本这样。对，嗯，台湾进错版本，对，进错版本，对，所以说意思到底吃形式吃的比较重，嗯，形式占的比较比例比较重要，这样对，比较重要，对，对，好，好，谢谢大家，来那个叉叉 Y 还有要补充。他在外睡了。嗨嗨，人肉搜索，你在留言板里面乱留了。觉得人肉搜索真的，哎，欸，说，来这样。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可惜哦，在这个时间点上，就真的超级不吃香啊。嗯嗯。
所以你很希望他大卖的。我超级希望他大卖啊！我觉得这种就是这种形式的电影应该要多被台湾人看到了。对啊，被多人推广比较好。对，就是怎么？知道，我觉得他很适合给任何国家。虽然我觉得他怎样都不太可能大卖，他会很有话题性，对。但是我觉得他，我个人觉得他可能怎么样都还是会是小众的片。对，但是看完的都会说没有。我觉得你都那个一直到底都可以证明可以这么成功了，那人肉搜索怎么可能不可能？是的，是有可能的。我觉得那个索尼就是，我觉得他跟那个猛毒的档期太近了，所以他可能把大部分的资源都投到猛毒身上。对，一定。然后人肉搜索他原本想要撤档的，然后他们也觉得说这个东西太实验性，所以原本就是消极处理吧。我觉得没有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是大片商与那个什么，像车库这类的那个啥的片商的差异。对啊，因为应该是说像车库他们那样的片商，他本来就可能拿不到像猛毒那样子的电影啊，对，所以，但是我真的也真心觉得，像车库他们那个老板，眼光很精准，而且他也是很敢去，就是说他当下就觉得说，好，这个我要赌下去之类的。对，那大侠才刚讲完那个，我觉得操作的问题啦，因为你想想看，那个影评都就是很几乎一面倒都说那个人肉搜索一定要看啊，很好看啊，大家赶紧去看啊，把握机会啊什么的，很多。对啊，可是索尼好像就不会太在意，就是这种他们比较走那种传统的方式去做宣传啊。真的。可是车库就不太一样啊，虽然我对车库的老板不予置评啊，但是他们的你跟他发生什么事了？对，我觉得他们还蛮就是敏这个嗅觉敏锐度还蛮够的。是，就是他们懂说网络他们现在的操作手法是怎么样，然后现在大家就是就比如说你以前可能大量投资源到电影对吧，那个电视的广告，那就可能没有人看，然后或是你买断很多的那种什么广告灯箱之类的，或许就每一台公车都全部外面都弄他们的电海报，这个一定在过去可以行得通这样。可是现在不一定啊，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就是啊，我这个我稀松平常的事情，对不对？那可是如果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在讨论，哦，好像真的很好看哦，那我也改天去看看，这样子就是有那种我们说的口碑行销这样子去做的话，我觉得这个人肉搜索不可能不会起来。对，我觉得是，是的，对啊，是我基本上是同意的啦，只是说关于灯箱那边的事情啊，我觉得啊。没有，我的意思只是说，传统的宣传方式跟现在的人，他们看就是看电影的人，他们平常的他们的生活，他们接触到的东西，其实已经有在转变这样子。对的。没有，那这个是电影宣传的部分啊。可是就电影本身，我刚刚两位已经讲很多了嘛。就是讲到很多，就是说这部片很紧张、很紧凑，然后意想不到的剧情，这些我就不用再多讲。但是我觉得意外的让我就是觉得除了紧张跟紧凑之外，还有感动，他前十分钟就把我逼哭了这样。有，我也眼眶泛泪了。我觉得真的，我靠，我怎么因为我在看这部片我已经关注很久了，然后我很喜欢，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个剪辑，就是那个俄罗斯导演这样。他一直都在做这些实验性的东西，我很喜欢他，然后所以这部片他在日舞影展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靠，真的是就是有机会今年可以让这种电影可以起来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预期就是说它一定是一个很好看的电影，然后很创新、很前卫，然后用这种方式，然后讲一个故事，一定很紧张。可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的温馨，然后感动这样子。而且它里面有一些就是比较好笑的地方，我觉得做的也不错。就刚刚有讲到很多那种很紧张，刚对不对？然后可是里面有一些很幽默的桥段，就是你平常在用电影的时候会，不，你平常在用电脑的时候会有一些很正常的反应。比如说看到一些东西，然后你可能当下脑冲，然后打了一串字这样。哦，对，真的超好笑。对，或者你一找到一种就是什么好像有一点点小线索，你就开始在那边开始脑补，然后想象一堆有的没的。像里面有一段，他不是就是怀疑他女儿是不是跟
某个人有关系嘛，对不对？对对对。然后就开始说在家里装，然后我先不跟其他人讲，我就先去某某地方，然后在家里装了一些东西这样。对。之类的，就是就很就是怎么讲，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你就一方面很紧张，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到一些人性可笑的地方这样子。嗯，然后这个是就是我刚刚讲什么？我刚刚讲一个是很温馨嘛，一个是好笑的地方。对。然后第三个，我觉得他意外的，就是让我觉得没，就是他让我觉得说这部片没有一个很虽然有一个很主观的视角在切这个剧情，可是他每一件事情其实他那个说故事的人，就电影创作者，他对这件事情都没有一个很。都是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然后呈现出来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就是，虽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整个故事的主调性是这个爸爸要找女儿嘛。对啊。可是他实际上他看到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体两面，就是科技啊对人的生活啊，其实有不同的影响，有好有坏，其实都共有。对，就比如说他这件事情曝光之后，社会舆论压力都是。一种而来嘛，就是说什么你这个爸爸怎么平常什么就是输你本来其实你现在在讨拍啊，然后你现在是就你女儿早就死了啦，你不要再管了、啊、之类这样子的，很恶毒的乡民言论。然后可是你想想看哦，这些这么多的乡民言论之中，他竟然找到的线索竟然还是在那个 Reddit， 就是美国 PDD 嘛。对，他竟然就是在一个。充满乡民的地方，然后竟然找到一个关键的线索，然后那你觉得就是乡民文化这件事情到底是对还是错？对，然后加上说这部片最大的那个爆点就是刚刚讲到那个凶手这部分嘛，对、就是你可以看出来就是一个就是父母能够为自己的女儿。不是为自己的小孩啊！然后我快要爆雷，就是你快要爆雷，你差点爸爸能够为自己的女儿做到什么样的地步，懂吗？对，然后但是反过有一个对比非常强烈的东西，对，所以有都是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一体两面的事，然后我们观众的责任，我们观众在做的事情，然后电影创作者所呈现出来的东西，它就是。给你看一个人在操作电脑这样，所以大家应该有那种经验，就是你在旁边看一个人打电动，在旁边看一个人操作电脑，你会觉得他怎么这么笨？那你这样走不就好了吗？之类的。可是他就是呈现这样子的现象出来给你看，然后让你去做判断，然后往往我们常常就是用一个很主观的事情去判断这件事情。就是用很主观的意思去判断一件事，所以他的剧情为什么会这么的精彩，这么的有趣，就是因为他已经看准你，就是你用主观意思去评断某件事情，所以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跟你讲说，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一体两面，你看到的表面其实里面的东西，你常往往就是用就是一个你的盲点，这样吗？还好啊，没有刚对，没有刚刚那个没有刚刚差点，刚刚差点，但是并没有。我觉得我好像有点要想到什么，看我不要知道这件事情，不要差点。感谢您的收看，喜欢的话欢迎订阅频道哦。我们现在看到霸王龙选手被美女克莱尔举着信号弹领进擂台了，霸王龙选手挑衅帝王霸王龙了。哎呀，观众们看的是目瞪口呆呀、啊！两只霸王龙展开了激烈攻防，霸王龙企图攻击帝王霸王龙颈部，不断撕扯，帝王霸王龙惨叫一声，可是第二下却闪开了，还给霸王龙一左掌击打，右手把霸王龙头往下压，顺势做出了抛摔，霸王龙失去平衡倒地了。